一种。药性是由药子树身、药子入林、药子钻天、药子翻身四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药子树身，两手同时抓握成拳，右脚上一步，左脚跟进。树身要求要两个肋，两臂要加肋，头顶目视前方，这是药子树身。药子入林，紧接药子入林，右手向上钻翻，左拳向下打出，这叫药子入林，也叫顺步套子，这叫药子入林。打药子入林的时候注意右手的背部，右手小臂不要向外开，只是一个断，只是一个断，而左肩向前，右肩向后，一成斜就打出去了。千万注意，不要用左小臂横开，一定要注意右拳一钻一打出，这叫药子入林。上步把药子钻天，也就是一个钻拳，它比钻拳要高一点。右手下落，上步打出，药子钻天高一点，比钻拳要高一些。回身，药子翻身，右拳从头上向下盖。左拳在右背里侧向前钻出，重心大步重量在左脚，然后右拳从左臂外向上，左手膝背重心向后移，左手贴肋，左拳贴肋顺胯，右拳向右撑架，然后右腿屈，左拳顺腿向前穿，右脚上步打成药子树身，药子入林，药子钻天，药子翻身，盖下从头上盖下，从左臂外向上，重心向后移，顺着贴肋顺胯顺腿下，一定要注意你扭身，要扭身，这个叫药子翻身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叫两肩前后两手，一定要注意把后手的劲儿向前拳
惯，人随你习惯。如果年龄大一些的人不愿意做苦路下去，可以移民，那就可以了。年轻人应该做苦路下去，做苦路下去，一定要注意，先把这个肘抬起，拳顺着胯内往前插，右手拧拧骨，这个拧骨这个是翻转，要行的翻，要行，关键是要翻身，要是翻身要要求要周身完整不懈，完整不懈，把后手的劲儿要灌到前拳去，这就要求两个肩和两个臂要协调用力，协调用力，而且还要注意重心的移动，一开始重心在前，后边重心在后，然后再重心一钻，得要求是拧拧骨钻翻，要行基本上就是由要子竖身，要子入林，要子钻天，要子翻身，这四个动作组成。要行的劲儿法还要靠自己在平时多练的过程中去细心的体会，去细心的去钻研琢磨，然后才能找到。要行就讲到。